不好来这边插上去是不支援的。哦，这边刚刚有讲过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它就是 ZBrush 里面的 Trim Adaptive 跟 Trim Dynamic， 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哪一个、啊？这把 Square， 就是可以把它削平啊，削平的功能很重要啊。因为在做那个雕塑的时候，削平这件事情超级重要。因为你画图的时候知道你要画一个人的时候，或一个物件，可能都会以一个多边形的角面的模式先开始哦。那这刚刚讲过 pinch 讲过了，就是把它捏在一起。grab 是移动笔刷，然后再这个什么，有弹性的移动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，就是像蛇的一个那个状态去把它拉出来，但是要一直做 rematch 啊、哦。再来这个是干嘛？当我们手指头，然后这个是，哦，这是遮罩，哎，这遮罩重要哦。你看，我跟你讲哦，雕塑的时候如果不用遮罩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、哦。你看，遮罩在哪里啊？我刚刚也有看到这边了、啊，哎 ，simplify 不是 ，boundary 不是 ，cloud 不是 ，simplify mask， 我、哦、找到了，遮罩，遮罩画一画可以干嘛呢？你看哦，遮罩画一画以后呢，你看在切回上面那个笔刷，去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有遮罩的地方不受影响，这个非常重要哦。雕塑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设定一些区域是不受影响的，所以遮罩笔刷宇宙无敌重要，在哪里啊 ？mask， mask 这边哦 ，mask 笔刷，它其实有快速键的、啊，但老实说我记不起来，因为老实说我真的雕塑，我其实还是倾向于用 ZB 的 ，ZB 快乐多了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方块型遮罩，但是你不能完全以功能最强为基础去学东西，因为如果单纯以就业的角度来讲，因为 Blender 不用钱，太多公司会想用这种不用钱的软体，因为可以省太多钱哦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box mask， 这边我刚刚画了一些遮罩嘛，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叫做，这是 box hide， 然后这是什么 box mask， 所以我可以拉一个遮罩，然后再来就是遮罩怎么样反转，它这里有写吧 ，control i， 所以 invert mask，control i，invert mask， 所以遮罩反转以后，你就。在雕塑的时候，其实你这个可以用啊 ，Ctrl I， 这很重要哦，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雕塑绝对需要遮罩，不然你会雕到死。遮罩常常就是我现在雕的时候，我要雕嘴唇，然后其他旁边东西不要碰到，就需要画一个遮罩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遮罩真的超级重要。如果雕塑不用遮罩会死人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有时候雕塑我不想要雕到，或者说我不需要所有的模型都看得到。我需要隐藏一些部分，就用 box hide 这一类的功能哦。ZB 也有这一类的功能的、哦、box hide， 它是这边吧？对吧？就是隐藏一部分的模型啊、哦。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也是很重要哦。然后要怎么样去把那个遮罩隐藏起来的东西给还原呢？他刚刚说什么？我们看讲义这边写什么？点空白的地方就还原了，有没有？拉出来，点空白的地方，哦，这个要注意哦，点空白的地方这个重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讲义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完成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开始雕一颗头了，祝各位好运。